别人。现在呢，也是西藏的一个旅游的旺季，从樟木孔啊，也有一些国外的游客要从这里进来，所以这条道路的畅通非常重要。塌方现场的画面，当时就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，大石头。
A marker, that's my useless item today in my pocket. Huh.